海巡安检站前，这一艘风帆不断徘徊，海上人员对着海巡大声飙骂，找尽理由要登岸。船上人员飙骂海巡，还有人做出不雅手势。这个人就是高师大副教授谢沃龙。17号傍晚6点多，他跟友人驾驶风帆船出海，船上5个大人一个小孩，想靠岸高雄科子寮渔港，却被拒绝，因为船只是马来西亚籍，没有申请不能靠岸。一行人把船开出海后，还上网po文。副教授在脸书发文说，船只失去动力在海上漂流，他报案请海巡救援，还打了好几个 Mayday 的求救讯号，到底是真故障还是故意找麻烦？不能登岸是因为我们没有申请，制度面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在急难的时候不能登岸？副教授自知没申请不能靠岸，还po网打电话给明代求救，海巡队员因为担心发生意外，就破例帮忙拖船，被救上岸后，副教授的态度大转变。海巡的弟兄虽然在整个的过程的中间我们有一些的争执，但是他们非常的奋勇。谢谢这几位啊，是你的弟兄的。这位谢教授担任师傅顾问多年，是教育学博士，在国立高师大担任副教授，还是研究所所长。但依照海洋局规定，帆船必须远港进远港出，船只出海能不能上岸，要不要申请，船主本来就该事先查询。也幸好船上6个人最后平安。只有高雄做了报道。